各位业友，大家午安。大家午安。欢迎光临台北市立国乐团线上国乐营。这一年，我们的国乐营这个活动呢，从8月16号到8月31号。那首先上场的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指定曲的示范讲座。那么今年呢，是轮到吹管跟拉弦。那我们首先上场的呢是笛子和箫。那笛子和箫呢，台北市立国乐团来主办这个活动，但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台湾笛箫协会来协办。我是台湾笛箫协会的理事长陈中生。我们这次就把笛箫的指定曲经过校订然后请我们的优秀的会员呢来担任示范讲解因为指定曲有些是新曲子，大家不熟，有些虽然是旧曲子，可是里面有时候会难免有一些记谱错误或者不清楚的我们这一次呢由台湾笛箫协会来把这些指定曲都做了整理来为大家示范讲解。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高中组的箫指定曲第一个曲子呢，我们要演出的要示范的是彩霞彩霞应该很多人没听过我也没听过这是今年才出现的曲子那 就被选为这个指定曲这个曲子呢是由刘颖荣所创作的。刘颖荣呢，他是我们台湾笛箫协会的常务理事所以太棒了，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刘颖荣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这一首彩霞。各位观众大家好，那这一首彩霞呢，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曲的这个背景好了。这个曲子呢，其实是我不是在这个台湾写的，我是在欧洲的时候写的，就是2015年的夏天，然后我在欧洲的维也纳参加这个朋友办的音乐节。那个时候我们是办在乡下，就是住在那个很大的那个古堡里面。那古堡就是有的时候要开车到这个火车站去接朋友，然后因为我有换国际驾照，所以我就帮我的朋友去办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在这个就是开车在这个很空旷的这个原野上，然后其实那个距离都有一点时间，然后本来还下着大雨，那这个大雨呢就突然就慢慢不下了，然后刚刚还就是还打雷，然后还下雨，然后突然就那个雨就停了，然后云就散开了，然后同时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傍晚的时间那所以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欢喜，然后那个画面非常的美丽，然后云彩就是跟那个旁边有风车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让我觉得真是想为这个作品呢来写一些音符这样子。那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呢，它可以看到这边吗？就是它基本上分为这个五个段落，然后第一个段落是这个散板，就是刚开始是就是还在下雨，然后还在打雷，但是这个时候雨跟雷就慢慢的停止了，然后才开始第二段的一个像云朵慢慢慢慢打开的一个慢板。那这个慢板的部分就是我们比赛指定就是开始吹奏的部分，所以其实前面是待会不会示范的。然后第三段这个部分呢，它也是一个散板，是比较自由的，然后是内在的一种感觉，它是在描写就是内心里面的一种悸动，就好像是其实同样都是彩霞这样子的一个风景，就好像以前的人会说月是故乡圆，就是你在他乡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天上的月亮，你可能会想到家乡。那同样就是你看到这个彩霞，你有可能想说这个我在台湾难道没有看过吗？就是可能有类似的想象，但是就是心里面会有一些月是故乡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激动的一种感觉然后再来是就是开车的一个感觉，就是第四段的快板
就是我开着车，然后就是跑很快，然后去火车站接人的一个情景。然后在这个第五段，就是最后一个呼应第二段的，同样的一个素材的一个慢板，但是它其实就是只有两句，然后就结束了。好，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第二段的慢板的部分，就是开始来为大家解说。好，那大家可能会看到我这边有稍微标上这个第二段，然后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它基本上就是五个乐句。那我在分配乐句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其实我的拍号变化还蛮多的，就是第一句是五四拍，然后第二句是六四拍，第三句是第三小节是五四拍，第四小节是六四拍，六四拍。那同样的这个五四六四五四六四六四，第二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所以第一句跟第二句它是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然后第三句就是开始一个三四拍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感觉或许你用六八拍的一种表现来演绎也是可以的。待会就是为大家整段示范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第三段的一个三四拍或者是六八拍的一个感觉。然后第四段就是跟第三段一样，它是一个呼应的一个同样的音型乐句。那第五个乐句呢，它也是用这个第一句的这个乐句来做一个低音的一个陈述，就是刚刚是高音的一个陈述，那到这个第五句的时候变成是一个低音的陈述。然后其实它没有结束，就是这个句子我在第三段的承接的部分呢，它是做一个就是衔接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音它是第二段的尾巴，但它也是这个第三段的开头，在最后这个第五句没有结束的这一句，然后才开启下一个段落的一种感觉。好，那我现在就是从这个第二段的慢板，从第一句吹奏到第五句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哦。这个就是慢板的部分，大家应该会刚刚听到，就是最后一句它好像没有要结束的感觉，因为其实接下来的下一个音它会接到这个就是第三段的一个自由板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状态。那刚刚这个第二段这边我再稍微做一点这个演奏的这个提示跟建议啊，一个就是说这个拍号的一个变换，就是说我们在诠释的时候，你可以去多想象一下，就是说你好像一个小圆一个大圆一个小圆一个大圆，你在看天边的云朵，然后每一朵都长得不一样，然后你要去感受它就是小的跟大的一种状态的一个变化。这其实我觉得用文学上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比较常用成语，我们成语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可是但是
其实我们的文学应该是有很多搭配，例如说五言绝句啊，或者是七言律诗，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就是五个字跟七个字的、啊、那同样就是音乐，我们可能比较多人是习惯性就是哦，从头到尾都是三四拍，或者是从头到尾都是四四拍、啊、可是有的时候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乐句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就是说把它的线条再拉得远一点，就是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然后来搭配就是五四六四五四六四六四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状态，那你可能在整个线条里面你就会比较看到它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啊、然后再来是这个第三句的这个部分。那第三句跟第四句它是一个我发现到就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赶拍子的地方，就是第二段的速度基本上是慢板，速度是60，但是很容易就是咪哆西咪西拉咪拉嗦哆嗦发，很容易就是这个旋律的线条会让大家很想要赶快就是把它滚过去，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表现的悠然自得，就是你要让它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我非常强调就是第二段的这个慢板是要表现出整体的一种心理的状态，所以滴啦滴滴滴啦滴啦啦啦啦啦啦啦滴啦滴嘞，好，所以或者就是说三四拍，你把它想象成六八拍这样子的感觉，可能就比较不会一直想要赶拍子啊。然后再来是这个第五句接到这个最后这个第三段的这个音呢、啊，那这个音呢，其实它是一个情绪上一个变化比较大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画面突然有一种要把你抓到另外一个风景另外一个镜头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我的一个转到第三段这种内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现在外面我看到的视觉上看到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风景，那它反射在我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绪出来，那这个收这个音它就是有一点就是要把你拉到就是内在里面来，内在里面的一种状态。然后再来是这个开头的第一个音哦，那大家可能会看到，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谱，这个谱是这个台北市立古乐团帮我出版的，那它在这个谱上呢都有注记这个打音，但是这个我上面有加这个重音哦，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这次在做教谱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加上去这个重音呢，这个演奏的建议是比较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说你只是纯粹的一个打音，你可能会听到比较平淡的一种感觉。说，好，就是你就是手指头这样子打几下，好像比较平淡一点。那如果说你有办法的话，就是在打音的状态下，你打一下，然后你的气也去加强它一下，然后让它产生比较震撼的一种状态。好，那大家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有加气跟这个只是单纯的用手打，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然后再来这个咪啦咪啦咪瑞咪瑞西，好，这个是第一句到这边结束，然后第二句也是从这个打音的西，然后也是要做这个加气的一个打音来做。拉西米，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咪瑞咪，咪瑞咪高音的咪瑞，然后加低音的这个咪，可能以前大家比较少遇到这种状况，但是其实会有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演奏法，其实在因为我后来的学习就是其实本来学笛箫，但是到后来其实我去跑去吹日本的尺八，那尺八他们在吹奏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技巧叫做气冲音，叫姆拉伊基。那其实现在在吹箫的人上面，其实也大家蛮常会使用这个技巧。那我觉得就是说把它加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也还蛮符合我的一个需求。但是我并不是直接吹一个这个低音的咪来做这个诠释哦，就是我觉得好像加一个高音的音，然后你再吹下来，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容易可以帮助大家去做到这一种气势的一种感觉。我可以试试看哦，就是同样也是希望能够在高音的部分就是加一个重音的一个感觉。
哦，这个就是有加上重音的状态。那如果你没有加上重音的话，就是感觉会也是一样会比较平淡一点。哦，所以这个我想是这首这个段落蛮重要，就是要给大家建议的部分。好，然后一样就是到下一个乐句的时候，也是有同样这个往上的音型，然后再下来几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拉西西拉西，高音的西拉，然后低音的西的一个状态。第四句也是一样啊。然后在第五句的时候，就是我做了一个要接到这个快板的一个转折。那第五句这边大家可以去斟酌自己的自由的状态，可以由慢渐快，由慢渐快到这边低音的咪颤音，然后到高音的咪颤音，然后做一个渐强的收尾。那在这个收尾的时候，这边我有特别把它刮起来哈，这边这个呼吸是可以停顿一点点的时间，作为就是说你要接到下一个小节的一个呼吸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要好好的呼吸再开始吹下一段，但是那个呼吸是你已经很确实的知道我下一段的快板的速度要达到多快的那样子的一个呼吸的感觉要出来。嗯，好，然后接下来我就来示范这个第三段的这个自由版。那我会从这个自由的前面这个五四拍这个小节开始吹奏，让大家去感觉一下，就是说怎么样我们从这个看到这个风景的感觉，然后抓回到就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悸动，一种就是情绪悸动，然后可能有一点这个故乡跟我现在处的地方是不是这个风景似曾相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是刚刚这个就是第三段所示范的部分，那大家应该刚刚会感受到就是我最后要结束然后呼吸的那个状态是在要接到快板的速度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个可能值得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颤音哦。那颤音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用八孔的箫来吹奏大部分的曲子，那可能大家在吹这个咪的颤音的时候是需要用到这个无名指的这个手指，对，因为以前的六孔箫是没有这个孔所以可能会变成是咪跟升发的一个颤音。但是这边呢，如果说你是使用八孔箫的话，就是可以的话，它其实以音律上来说咪跟发的颤音是比较符合这个乐曲的这个音阶的律动，所以这边就是要接到这个二十六小节之前这个颤音我是建议就是咪，然后高音的咪在提气上去渐强，都是用这个无名指来做这个颤音好，然后接下来呢，为大家讲这个第四段这个快板的部分，也就是我说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在原野上就是驰骋的一种感觉那这边呢，其实我也是比较就是拍子是比较特殊一点就是前面两个小节是六四拍，然后再来是八四拍，
然后这个是八四拍，就是也是有朋友问说这个八四拍你就干脆写四四拍四四拍四四拍就好了，可是我就说可是这个八四拍我中间就是切了这么多音，而且我的句子的确是我是希望它是这样子，是一个句子的，就是第三个小节的句子是一个八拍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不想要在中间又把它切下去。然后二十九小节也是这个八四拍，它也是一个顺下来的一个状态，当然你真的要把它切四四拍也是可以，可是我是比较个人是比较在意就是大家去理解那个乐句的一个想象上，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来吹奏。然后开始到这边就比较稳定的一个四四拍的一个吐音，那我想说吐音可能大家在箫上面比较难达到快速的一个状态哦，那可能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在吹低音的时候要特别再把气把它拉沉一点，然后口腔打开一点，它可能在吹这个低音会比较好下去。然后到第三句的时候又是一个比较线条性的拉到第三页这边，然后也是两句把它做一个对句的一个结束。那第四句我也是就是使用刚刚这个第一句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这边主题是一个低八度的一个拉咪瑞嗦，那这边我把第一个音把它拉到高音去了，所以变拉咪瑞嗦啦，就是一个稍微一点点的变化，把第一句一点点的变化然后来吹两次。那这边要结束的时候我个人是就觉得哎，这地方好像把它变成六八拍，然后好像车子跑到终点的那种回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做一个六八拍的一个这里都要加上那个重音哦，来把它做一个比较情绪比较愉悦然后比较高亢的一个结束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再做一个这个咪的颤音的一个渐弱，好，来表示就是说哎，我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回到古堡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段就一起说好了，最后一段这个慢板的部分呢，就是我是呼应到就是开头这个慢板这个乐句 Mi Re So La Mi La So Re Mi La Mi Re Mi， 然后在这边就是要把句子结束了， So Re Mi Si， 好 So Si La， 哒哩啦。那这个 Re Mi La 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到，就是你看到那个夕阳啊，就是夕阳无限好，那只是近黄昏，就是它落入到这个就是原野要结束的时候，那个暮色西沉，然后剩下那一点点的光，然后你把它延续到很久，就是它很瞬间就结束了，但是你要让它在你的心里面产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你刚刚的风景，你一直刻在心里面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个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内在你想象到的东西，其实产生出来的音乐其实是会互相影响的，然后大家如果能够你在吹奏这个音乐的当下，然后你能够让听的人也感受到他同样跟你看到这个彩霞，看到这个日落，那我想就是有达到这个音乐传递的一种美好。对，那我接下来我就从这个第四段的快板，然后接到这个第五段的慢板来把它吹奏结束哦。那我也会从这个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开始做一个衔接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就是基本上彩霞的示范就是先到这个部分，那交给陈忠生老师。好，这个彩霞啊，原汁原味啊，由作曲家亲自来诠释，那绝对是最标准的版本啊。刚刚有听你说这个曲子是在欧洲写的，对啊，那 你有没有这个曲子有没有还对你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哦，有啊，其实这个曲子是就是那一年因为是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嘛，所以是送给这个我的父亲，就是刘牧彦先生的一个父亲节礼物啦。对，然后他的生日其实就是今天，就是也是要跟爸爸说生日快乐。请问您爸爸的命尊的大名？刘牧彦，对。哦，刘牧彦老师，他是南投，我们都叫他是南投县的这个国乐界的国父。他在南投，他是担任小学校长，那他成立了很多国乐团，他到了哪个学校都成立国乐团。在南投地区啊，就是推动国乐的活动啊，那个所以大家都把他叫南投县的国乐界的国父啊。那他的儿子跟女儿都有学国乐，都学得很出色。好，那么这首彩霞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第二首是思想曲啊。那这一首呢，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哈，这一首是屏东的民谣，非常有名。那个唱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陈达啊，是啊，想啊起，我那沙哑的声音啊，等山过台湾哦。哦，等一下，大家听听陈达唱啊，更到位哈。好，那么在这个空档哦，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没有详细介绍，那个刘允龙老师哈，他是我们笛箫协会的常务理事。那么他毕业于台艺大国乐系，后来到南艺大就读研究所毕业啊。那他曾经在大学期间呢，就获得了台北市立国乐团承办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哈决赛哦，知道那个时候就叫国际赛，决赛得到第三名啊，是北市国哈办这个比赛以来第一个得到前三名的台湾的演奏家，这是非常难得的哈。其实他的前一届其实也就很厉害，刘允龙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入围了，他的上一次的民主企业大赛就入围台湾的代表，那第二次他在参加得到了第三名，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他只会吹箫哦，他笛子也非常厉害，那他后来呢还研究了尺八，他现在尺八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他还成立了一个华之和音演奏乐团，是专门演奏日本音乐，他吹尺八，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日本筝，他们现在也是现在大概台湾有关日本音乐的都会找他们来演出，所以可以讲是非常那个多才多艺的一个演奏家啊，刘允龙，我们非常谢谢他啊。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思想曲，我们还是请刘允龙来为我们示范。好，谢谢陈老师的介绍。那我这里再打一下广告好了，因为我刚刚忘了讲，就是刚刚用的那个彩霞的乐谱是台北市立国乐团帮我出版的。那其实我今年也在二月的时候，就是有出版自己的箫的作品。那这里面的彩霞有什么特别？它就是有这个古筝的，就是伴奏，就是可能台北市立国乐团呢是出就是跟这个钢琴的伴奏。那这里面我是有请我的就是徐树平老师，我的 partner 就是帮我编这个古筝的伴奏。那另外还有蛮多就是我对箫就是基础的一些见解。那如果大家对箫有兴趣的话，就是非常欢迎就是来跟这个台湾笛箫协会来洽谈。那这个是刚刚的部分，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讲这个思想曲哦。那思想曲也是就是稍微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曲子，然后我想先放一段就是就是
陈达所唱的思想起，不晓得就是说吹奏这个思想起的这些同好们是不是有听过这个陈达自己本身唱的，那可以先帮我放一下这一段音乐，谢谢。咸心啊，你来过啊，知啊完。娘在台湾生子，再来三命款啊。爱情都来烦啊哦，你还看这股票你心肝苦啊。听到刚刚这个陈达所唱的这个思想起，那也有一说就是思乡之啦，因为大家应该刚刚是听到他有唱这个思乡之，他是唱之哦，那有一些人是翻成思乡之，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曲子它本来是很自由，就是像然后蛮多的这种咿呀哈呀这种句尾的一个词句哦，所以本来这个曲子是蛮自由的，然后歌词的部分其实它主要是在表述这个他是从这个恒春地区哦，这个陈达这个发迹的地方所采集出来的。那他源自呢，就是福建一带哦，就是讲这个以前这些先人呢，从福建然后辗转来到台湾开垦努力，然后离乡背井，然后来到这边努力了一阵子的时间，然后回想就是以前啊。我们的祖先啊，渡过这个黑水沟，黑水沟就是这个我们的台湾海峡，然后到这边来开垦的一种感念的一种心情哦。所以我想在吹奏这个曲子的时候，其实大家要去好好的思考，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来吹奏这个曲子，而不是说哦，好像是把音都吹出来就好了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作曲家就是编曲家就是郑振华老师哦。那郑振华老师蛮有趣的哦，他其实也不是台湾人，他是1946年出生于上海的这个笛子跟箫的一个演奏家。那他现在其实已经年过七旬，那说起来他在开始演出啊，然后开始教学的时候，其实我才刚出生。对，真的是我们那个笛箫界的老前辈。那他现在是旅居在加拿大，然后但是他住在台湾蛮长的一段时间，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他曾经有在台湾以前的艺专，然后跟这个南华大学有教过这个笛箫的课跟这个古琴的课，那现在也都还是有在就是做这个笛箫跟古琴的一个教学、哦、然后他就是有讲过，就是说哦，他台湾的这个歌谣呢，其实是我们台湾文化的宝库。那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这些台湾民谣，所以他也编曲了蛮多的台湾民谣素材的，例如说《草民弄机工》啊，《心声声》，然后《小霸掌》、《丢丢党》、《高山青》哈、哦，那包含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思想起》都是他运用我们台湾的这个歌谣的素材所写的。但是他也说过呢，他其实觉得自己是半个台湾人啊，所以我想他真的是非常的爱台湾。那我本身也非常的荣幸，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台湾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就是有现场听到这个郑振华老师他本身自己吹奏的这个雨夜花。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值得敬佩的一个老前辈哦。然后对，然后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一本《振华笛箫在台湾》这一本
哦，他也是专门就是用笛箫来创作这个台湾的作品的，那包含我刚讲的那个都有在这一本书里面，然后后面也有附他的 CD， 所以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支持正版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进行到这个乐曲的部分了哈。那乐曲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曲子其实是从刚刚那个乐谱里面印下来的，它也是有两页哦。那两页，但是比赛它只有到这边，就是一面都还没吹完。那基本上我是把它分成六个段落了。那比赛的部分是吹到前面三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就是这个曲子最早的一个原型。那原型其实大家听到刚刚陈达唱的是蛮自由的，但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乐谱的记录，所以其实后来大家就是拍子会比较格式化的把它这样子记下来。然后第二段就是稍微快一点点的，他写稍快了，我想大概就是像行板一样的感觉。那慢板是66，行板大概是70几，72、76左右。然后第三段就是一个自由版。然后第四段就是又是根据这个原型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奏，然后第五段开始就是一个16分音符跟一个对句的一个展现。如果说你有跟同好，就是不管是笛子还是箫，大家可以一起演奏的话，一个人可以演奏第一步，一个人可以演奏第二步。然后第六段的话就是这个作品的这个尾声，就是他用两个乐句，然后把这个镜头好像现在也是有镜头在看着我，那就有时候镜头会拉远拉远拉远，然后把这个画面把它拉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拉得很辽阔那种感觉，大概是第六段的一个状态。那我一样今天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前面三段的一个部分哦。然后首先是第一段这个原型，那大家看到我也是有稍微做小小的1、2、3、4的这个四个乐句哦。那四个乐句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呢，它第一个乐句是6个小节，第二个乐句是5个小节，第三个、第四个都是5个小节，所以第一个乐句它是稍微就是多了1个小节。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是很讲究工整规律的人，你吹这个曲子你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把它顺顺的吹下去，其实它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且可能如果是比较随性的像陈达这样子的就是街头艺人呢，然后他可能会把第一句拉得更长，所以特别是第一句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多一点点的一种状态出来哦。那我先就示范一下第一段，就是这个思想起的这个原型。那另外一个演奏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乐曲上就是加入打音啊、叠音，然后颤音来丰富这个乐曲的一个旋律哦。那请大家听一下这个第一段。这个就是这个思想起的一个原型。那第二段呢，就是稍微郑老师呢再把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些变奏哦 ，so re do la do re， 然后在这个本来应该接咪的地方，他在咪继续延伸了一句哦，然后才又接那个第二句的 do re mi re do la so， 然后这里他就做了一个比较16分音符比较难比较。加装饰音，然后会比较稍微难一点的地方，就可能这个地方大家在加装饰音的话，要去考虑到就是说，不能够去影响到拍子。然后第三句这边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音群，那我想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看到这个
郑振华老师他就是身为一个上海人的一种算是一种习惯嘛，因为其实上海那个地方的人是很习惯就是吹奏江南丝竹。那江南丝竹的音型我在这里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然后哒哒哒哒哒，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从这种江南丝竹的一种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一个句型哦。然后后面这边其实也就是同样就是用这个稍微加一点点的音，然后来把它完成的，没有改变到太多，来完成这个最后一句。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最后要接到第三段的这个部分，它这里有一个 retire 要大家渐慢。那在渐慢到最高音的时候，我自己的喜好是把它做一个渐弱来收尾，然后这个双小节线我会让它做一个延长的一个休止，好好的吸气，然后再做第三段的一个散板哦。那第二段我就也一样简单示范一下。那这个就是第二段的一个示范。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散板哦，第三段是一个散板，那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内在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自己在处理这个散板的时候，我比较容易把它想象成自己一种内在的一个声音。我想就是吹奏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要让自己的散板吹得更有情感一点，就是都可以去试试看用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哦。然后在这边我是把它分成总共是分成到这边是六句哦。就第一句我们在吹奏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由慢到快的一个颤音，然后把它拉到收的长音滑下来，然后再做一个长音的一个渐弱，这是第一句哦。然后第二句的发展哦，也是从这个前面的一个变奏 Sol Re Sol La Sol La Do La 还没有结束，继续往上 Do Re Mi Re Mi Do Re Do La， 然后第三句 Sol La Do La Sol Re Sol Re Sol Re Do。 那根据就是使用的方式，我会在这个拉的地方跟这个 Re 的地方也是加一个小小的一个波音哦，来让这个乐句更动人哦。然后 Re Mi Re Do Re Do La Do La So， 一个渐弱的一个音型在这边结束，然后再从一个弱奏的地方开始做一个慢起渐快16分音符往上推进到高音的这个 So。 那我自己个人是会在这个高音的 So 的部分呢就是做一个虚颤音，然后做一个就是 Forte Piano， 把它做一种就是虚颤音，然后你强弱对比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想象哦，然后再做一个 mi re mi re mi re mi 颤音的一个 re do 来把这一句收掉哦，然后 la do so la do mi so la 到这边第四句才结束。所以基本上它每一个句子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往上行，然后你可以微微的跟着这个往上行的一个律动渐强，然后最后跟着这个往下走的一个律动把它做一个渐弱。那包含就是第五句啊，这个啦啦啦哆瑞咪瑞，从最低的音往上走，哆瑞哆啦，然后上高音嗦啦哆啦嗦瑞嗦，然后第六句啦哆啦嗦啦哆啦嗦，这边可以做一个渐快，然后再渐慢，好，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三连音就是一直同样的速度会比较乏味哦，就是大家在斟酌在吹这个散板的时候速度上的一个掌握都可以自己去想象。那我就试试看这个第三段的这个散板哦。
那这个就是我示范的这个思想起的三个段落。哦，非常优美的一段自由版哈，非常引人入胜啊。好，这首思想起呢，是我们高中组的指定曲啊。那我们非常谢谢刘颖荣哦，连续两首的示范啊。好，谢谢刘颖荣老师。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观众。好，我们接下来第三首呢是《马兰姑娘》。啊，马兰姑娘呢？以前大家都以为这首是阿美族的民歌，因为它实在太流行了。现在大家要讲的说，哎，我知道了哪一首原住民的歌曲啊？大概这一首是最有名的哈。那这首呢，其实呢是有作曲者的，他作曲者叫做卢静子，他自己填词啊，然后作曲的。他同时也是这一首曲子的第一个演唱的，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本身就是一个歌星，我在改编这一首的时候啊，牵涉到著作权，因为是他作曲的，所以呢，我取得了他的授权，我要改编他的曲子，把它改编成箫来演奏啊，这是需要取得授权的，我付给他一笔授权费，然后他说以后，这个箫的版本，就这个箫的《马兰姑娘》这首曲子的著作权就归我了哈，但是我付给他的一笔钱啊，所以这个曲子，我看那个音乐比赛，那个音乐比赛的指定曲上面写的是说他是。是原住民的民歌啊，其实是不对的哈，请大家更正一下。这首是卢静子作曲的啊，陈中生改编啊。好，那讲到这里呢，那个我们的示范者陈静呢，他还在准备，没关系，我们先来听一下卢静子他所演唱的这一首《马兰姑娘》，非常好听。来，请播放啊，卢静子演唱的。有没有非常好听啊？哦，是啊是啊，那个声音好清亮哈，那个这种原住民他们的那么清脆嘹亮的歌声哈。好，这是原来唱歌的版本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优秀的会员哈，我们台湾笛箫协会的会员哈，陈静老师为大家示范这一首《马兰姑娘》。那陈静老师呢，他国中组的时候就出现了哈，现在高中组又来出现哈，他的箫吹得非常好哈。好，那我们请陈静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这一首曲子跟示范。好的，相信大家在荧幕上有看到，就是我们马兰姑娘的示范谱。那我们这个谱的版本呢，是台北市立国乐团出版。那我们大概看一下谱上哦，其实我没有秀出来的部分是就是比赛没有的范围，它在前面是如山歌般稍自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首马兰姑娘它其实是非常歌唱性的音乐，就是它的旋律啊会让我们非常的刻在脑海里面，随着它的律动而把音乐给唱出来。所以我们第一段如歌唱般稍自由的音乐结束以后呢，接下来渐快渐强进入我们第十八小节，也就是比赛的范围。第十八小节速度110热情的，
好，接下来我把这一段从十八小节到三十八小节，也就是我们看到第二页第一小节这边做一个示范。示范的时候呢，虽然它是热情的，但是第一段在我们的音乐上它只有110，那我们要吹的时候要注意它音乐是24拍律动性。我们刚刚在听卢靖子唱马兰姑娘的时候，听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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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会用二拍子去诠释它的音乐。那我们看到谱面上哦，我们吹八分音符的时候啊，并不会把它吹到满。我示范一次，吹到满的时候，听起来其实跟二四拍就不太会有什么关系了。其实这样的声音听起来既耗气，第二个是它的律动性不会出来。我们试试看，让那个八分音符的声音加一点点的律动，那让它稍微短一点点，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的切断哦。我们听听看。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听到它是有律动性的，把八分音符的声音吹出来，后面的声音呢似乎有跟它后面的拍子一起连起来，但是事实上它的声音其实是每一个小渐弱每一个小渐弱，但是我们不会刻意做渐弱，我们会把音头吹在正常的音量上。好，我们在诠释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虽然我们把它已经变成有点像八分音符八分音符八分音符这样的律动听感来说，但是我们看到第十九小节的第一拍，也就是这个段落的第二小节，我们 re si re mi， 如果你把它变成 re si re mi 这样子吹的时候，将会很奇怪，这样反而会有点像小朋友唱歌一样，把每个音都分开来。那我们在听觉上并不会有一个连贯性，所以这个十六分音符的地方，我们会觉得它是和声上的音符加花。如果我们在诠释的时候把圆滑线连起来，把圆滑线吹好，音会整个顺过去。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会更往前走，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完整性也会更高。好，我们看到当三十小节的时候，我们进入44拍的律动，这里很明显有一个歌唱性 Sol La Si， 那个 Sol 如果有一个渐强往西，因为 La 是经过音嘛，收的渐强往西的时候，你的音乐会在这里达到最高，应该说音量是最高的地方，也是我们现在音符最高的地方。我们的音乐在这边会有第一个突破，那它开始改变律动，进入第四拍，然后 re mi， 我们看到四四拍的第四小节 re fa re miRe fa re mi 呢，它其实就是 re mi 的加花，所以如果 sol la si re fa re mi 我们做的很明显的话，会很奇怪哦。这样好像变成三四拍，然后 re fa re mi 变成重拍了，所以这边的带起拍其实它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就行了。好，我们后面 sol la re si。Thank you.
我们在这边呢，三四拍 ，so so la re si， 我们 so so 是用双吐。那前面我们刘老师也讲过，其实在箫上面不太有这种双吐的练习，所以当我们在吹双吐的时候，要注意低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口腔打开。那高音的时候呢，由于我们很容易把音冲出去，冲就是我们音直接的往外喷发出去，声音会。所以我们在吐苦的时候，其实要小心，一样就是我们口腔内要含一口气，把这个声音留住，它的弹性会比较多。记在拍点上，声音也会很 OK。好，接着到我们下一小节，又回到四四拍，三十三小节这个 so la si la si re。同学常常会忽略到它是一个切分拍，切分拍的意思呢，就是把拍子给切开来，因此会导致乐曲进行中的强拍和弱拍互相异位。所谓切分呢，就是把强拍切成弱拍，或是把弱拍切成强拍，这样叫做切分音。不仅是音符，即使是休止符也可以导致切分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休止符在正拍上。哦，对了，要提醒同学一点，休止符我们会觉得它就是没有声音，那休止符会不会有强弱呢？我们试试看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试试看，如果我不把它的休止符当作强音的话，但是我们在心里把休止符当强音的时候，会，是不是我们所谓的休止符有强音、重音？它并不是在声音上，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拍点上。那同样，我们看到这里四四拍，也就是三十三小节这边。第一个休止符那个半拍也是在强音的拍点上，所以我们有一个强的休止符以后，后面进来的音呢就会变成重音，强了进来。但是要注意一点哦，它有一个颤音，但是是往下的。如果我们做重音而没有专注在这一个装饰音上面的话，会变成音好像站不太稳。如果我们特别专注在这个装饰音上面的话，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清楚，而且有起到强调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切分音又带有往下颤音的收。好，还有我们三十四小节会看到，我们有一个降拉的颤音。我们都知道降拉的颤音其实不太好颤，有许多同学会用半孔。可是我们要把音按到准呢，其实会把太多的孔遮住。所以，我们在四国的这个版本上面呢，有一个降拉指法。左手放无名指，右手放无名指和小指，以右手食指和中指同时按放按做出。大家会听到，哎，它有颤音的效果，而且声音不容易破掉。但是要记得哦，我们在瑞西西拉拉收。它其实是一个音阶连下来，那由于我们这个颤音呢，音色和音量不会太大，所以当我们要连下来的时候，要注意它前后衔接的音并不能特别突出，否则很像这个声音没有吹好，或是它这个音色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做连接的时候，我们把它接着下来，那我们就不会在听觉上觉得特别明显。好，到
我们看一下三十四小节哦，我刚刚有点比较快的把这边讲过去，想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半音颤音，它这边开始出现后面的三四拍开始出现了第一个还原发，会为之后转调的调式埋下了伏笔。要注意一下，我们在吹马兰姑娘的时候，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调性的音乐，但是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可能都只有大调小调，甚至小调的音阶我们都没有太注意，但是这边有一个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主音相同，那我们后面的旋律也几乎相同，但是它转变了调式。一转变调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它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完全的大调，或是不是完全的小调，其实就是因为它转换了调式。好，我们三十八小节这边渐快，西嗦拉西拉嗦嗦，要注意哦，我们的西嗦两个音都是跳音，又是强音，所以我们在吹的时候，很多同学容易把西吹的气太多了，这个时候反而起不到重音的作用，所以同学在西嗦这两个音可能要多加练习，往上跳的音。那另外讲一下跳音这件事呢，是我们口腔里面把舌头用舌头在上颚把气堵住以后做塞爆音，让声音出来，可是结束的时候同学是不是把气断掉而已，这个时候声音会变成，是不是就没有真正跳起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把气吐出来的时候，舌头把气吐出来的时候再收回去，像是把气缩回去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会非常干净。这也是同学可以练习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段，从三十八小节的渐快，从原本的110加快到126，其他没有加快太多，许多人在这里容易冲过头，但是要记得渐快只是渐渐的快，并不是图快。所以我们在 这一个小节内，两个重音之后的16分音符拉西拉嗦双吐，不是圆滑也没有重音，不要在这里加重，否则容易冲过头哦。顺带一提，重音啊的重是比较出来的，刚刚说西容易冲过头，但是重音要怎么突出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音重是因为它相较于其他的音比较起来比较重，才会成立重音。在音乐上的力度其实都是相较出来的，所以我们吹完西嗦两个重音之后的拉西拉嗦就不要特意再加重咯。而且啊，西嗦两个音上面都有跳音，所以重音跳音吹完以后，拉西拉嗦放松吹，慢慢的加快到126就可以了。接着我们进入第三段，更热情的，许多变化音，除了之前的颤音之外，还有叠音和打音，而且这边使用了更多的双吐。在双吐其实在萧较早期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陈老师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加上了很多双吐的部分，对于早期的萧作品来讲是非常的难，请同学在练习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当我们把嘴巴两边这两块的肉放松，不要太用力，口中含一口气，在吹的时候音不容易太过于强，
而把它吹破，也不会发音的时候不好发，反而刚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同学可以试试看。好，这里的第四十二第二拍的西，由于在二四拍的落拍上，我们在吹奏的时候，由于演奏习性，容易从收吹到西的时候，把西吹得太强而没有弹性。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西吹得更有生命力一点，音乐听起来也会更有热情的感觉。我们看到四十二，也就是第一行的最后一小节。但是我们如果演奏习性，吹出来的声音会是，我们这边是热情的音乐，并不是很压迫性，很有，很有压迫性，很有压力的音乐。所以我们在这边诠释的时候，手拉西试试看，多一点点的弹性。这个时候音乐会更有活力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第四十六小节前的带起拍这个西。好，我们看到四十六小节西前面有一个换气，我们在换气完以后吹高音容易过强，但是音乐上带起拍的作用是引导大家进入主要旋律，所以不需要过强的在西上面做重音，而是把西当作一个引导，引导到 re， 这样子音乐上会更为流畅。如果我们换完气，这个时候我们把西变成重音，反而除了扰乱我们的拍子的律动之外，这个音太强 re 反而就没办法吐出来。我们知道箫的共鸣在吹高音 re 的时候是很容易亮出来的，那作曲者在这边把音的线条写出来，也是让这里的音乐往上加强一点，那我们在吹这个音的时候自然就会用音的律动把它加强。但是当我们用换气吹西，把它吹得很强的时候，后面的 re 那个强弱啊就不会被比较出来，反而会觉得哎，这段很压迫，没有律动，而且那个 re mi re si 的音乐律动反而就出不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边换完气以后西先憋住一点，引导到 re mi re si 这边吹的时候会更容易哦。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第五十三小节。五十三小节中间有一个特别难吹的地方，我们就已经要吹双吐了。双吐的时候，西上面的叠音是用舌根的咳，我们吐咳，用咳在做技巧的时候，务必发音要清楚。大家会从慢练的时候听到自己声音有清楚，然后再加快，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都要仔细听我们技巧有没有做确实。好，我刚刚吹到尾巴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发现了61到63小节这样的音型，是不是前面也有发现过呢？这样音型像是一个过门，就像我们刚刚讲西手拉西拉手手，我们在后面这里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的音型，每次到这个音型都会加快。它这样音型像是个过门，过门有点像是电影里的字句情境，不一定会出现，但几乎只要一出现就会让整首歌进入另外一个情境，让观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会让听众在这一段过门以后会有一种好想要继续听下去哦的感觉。所以大家对于这段过门可能不是只有加快
过去而已，而是它会特别作为一小段，让人家觉得它又是衔接又想要继续听下去的音乐。好，接下来我们遇到第一个张力变化，就是正式转换调式。调式啊，我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调式是以特定顺序连接起来，以一个主音为中心，像我们一开始是，或是这样子一个主音，我找到，好，我们看两段不一样的音乐哦。我们把这些音的排序排出来，我们前面是，是这样的排序，可是呢，我们到64小节的是，是不是跟前面排序不一样？本来是，现在变成，调式就会不一样了。好，所以这个调式呢，每一个音程关系不同，就会在调式中担任不同的角色。调式也是决定音乐风格中很重要的元素之一。调式和调性结合起来，决定了该段音乐所采用的调。将调式中所有的音从主音开始，按照音程从低排到高，排成一列，就是该调式的音阶。我们看到这一段舒展的64小节，我们有原本的哆瑞咪嗦拉公调式，转成哆瑞发嗦拉爵调式，也看到谱面上63小节从 G 调转到 F 调，但主干音就只有一个发咪转到发，也就是从原本的咪转到现在 F 调的还原发，但音程关系的不同让乐曲带来不同的风味。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段舒展的。前面的旋律更不一样呢，我们前面是，这边是，是我把跳跃底吹完，我们在跳跃底这一段虽然用的是一样的调式，但是它用了很多的双吐音，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吐双吐的时候它要带一点弹性，它是跳跃底，但它又不是把每个音切断，我们看到谱面上它并没有每个音都是断音，所以不要吹这样的声音，听起来会特别的生硬，但是当你每一个音把它吐开，有跳跃的弹性，但是又还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旋律线就会出来咯。好，我们看到下一个段落，我们回到98小节。
98小节这边又看到一个过门 bridge， 特别的是99小节从收到发的滑音处理。我们收上面已经有一个往下的颤音。我之前有讲过，当我们做下颤音的时候，手拉，特别给它一点气，特别的去把这个装饰音做好的时候，这个音的味道会非常的明显。同时，我们滑音滑到发的时候，在滑音上再做一个小小的渐强，稍微微微的渐强哦，我们试试看。有没有听到不一样？我先做一次，没有渐强。这个是我中间不做渐强，做滑音，而且一样发的颤音，我还做了强音，但是这感觉起来就像两拍都是正拍一样。但是如果我做一个渐强，这个时候音乐能更浓厚，而且还能强调发上面的颤音。好，我们看到100小节的 re 全按打右二3到4下，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我们在演奏上很容易忽略的。这里的本音在颤音的时候，本音是 re， 所以不要一吹就马上颤，应该要把本音站好，再快速的站3到4下，一方面可以确立本音，一方面不会让装饰音好像只是一个快速的技巧，而是真的产生到装饰的作用。我吹一次哦，我们会听到 re， 然后我们如果只是快速的把这个颤音做完，听起来是，是不是我们只有做这个装饰音，但是没有让它产生到任何味道呢？好，我把这一段过门吹给大家听一次，组合起来吹给大家听一次。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些小的技巧，不仅会让它更有风味，而且音乐能更浓厚。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慢版的《马兰姑娘》吧。我们从101小节开始，103小节和106小节都有半孔的滑音记号。我们在103的时候要注意到 re do 的滑音后面是接104的 la do la， 所以 do 的音准我们要记得，不然我们在吹 la do la 的时候会感觉音不太准，这是小小需要注意的，这边音准偏差可能会特别明显。109小节，这里转到低大调的爵调式。我们这边稍快一点，一样把旋律歌唱出来。那我们到123小节的时候要注意到哦，这里的 Rita 是渐慢而不是突慢，渐渐的慢才能把它接到华彩的乐段。
这里要注意滑彩乐段哦。咪啦啦，我们在前面童音常常会做一件事，尤其在我们其他的曲目里面也有，就是我们常常把音和音中间分开的时候用的是叠音或打音，但是这边谱面上我们直接把音吐出来，这个时候音的延长会特别明显哦。那我们注意一下126小节的演奏法，我们如果太快去做演奏的时候，就会像我刚刚后面吹了两遍，它反而变成一种快速的装饰音，而不是像谱面上 Sol La Si La Sol La Re La， 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两句慢起渐快，同学要注意一下哦。它回到了，我们从 Meso Forte 的力度开始吹慢起渐快的时候，同学容易在这边过强。我们看一下 Meso Forte 这个力度，这个力度呢，其实只是一个中强音。我们只要在自然和放松的状态下最直觉的吹出来力道就是 Meso Forte。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一首尾奏吹完，这里达到最快的速度是132，其实通常我们尾巴的时候会再加快一点点。还有记得我们在 Re Re 两个跳音后，不要把这个音吹太短，否则就会有点像前面的调音，反而没有结束的感觉。我们可以再做一点弹性。好的，我们请作曲家来帮我们补充。好，谢谢陈静老师啊，那个非常活泼生动的示范跟讲解啊。那这个曲子我就把一首歌谣把它变得很多变化，很多调式变化啊，那也很有趣。那箫呢比较少像这样这么多双吐音，还有这么多活泼的这个乐段啊。但是因为这首曲子本身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活泼动人啊，我把它改编成这样。那陈静老师也示范得很好啊，那我们就高中组的指定曲啊，三首我们就示范到这边，谢谢陈静老师。哎，请刘颖老师，刘颖龙老师也上来哈。那请问一下有没有问题？哦，没有人有问题。好，那我们高中组的箫指定曲的示范讲座啊，就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刘颖龙老师还有陈静老师为我们的示范讲解。好，我们等一下大学组的再见，好，拜拜。